小姐别忘记点赞啦。主角六个人，让我们继续往上冲一冲。吃多了，今天吃多了，怎么办？肚子好大呀。马上到10万人，一起双击屏幕点点赞，啊，赞赞冲到500万！直播间10万人，让我们继续分享直播间上下人赞赞，一起冲500万啦！感谢战卡哥的嘉年华，谢谢战卡哥！嘿，来，我们准备来，准备来第一首歌，好不好？好久不见了，多久没有见我，也就是一天嘛，不见我也如隔三秋啊，手都点酸了，咱把直播间分享走一波好不好，分享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12万人，主角12万人，我们继续往上冲一冲，冲15万人了，赞赞马上100万，我们继续往上冲一冲，100万还没到500万吗，一起戳屏幕，戳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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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谁呢啊 ？Let's go！ 跨过山和大海，一片苍茫，回家的路很长。我们曾经小心翼翼爱过对方，对自己开枪。曾经爱上你的脸庞，受了一身伤，怪我没确认目标，就自作主张。岁月不堪回首，哪有来日方长？就是人间万般留恋你的模样。寂寞如此无敌，我放弃抵抗。孤独和是庸俗，都是我的悲伤。没人如你一般，所以爱有荒唐，爱到深陷末日，笑得如此坦荡。跨过山和大海，一片苍茫，回家的路很长。我们曾经小心翼翼爱过对方，对自己开枪。爱情起起落落，重新伪装，学会了坚强。曾经那些碧海蓝天飘向远方，都叫做远方。两个字，英雄都说欢迎所有彩虹糖的宝子们回家，来继续往我们往15万人冲一冲，一个夜深深听到叮铃声，就能动发生无惧冷冰风，透梦长深入本中，我留守空空、哦哦沉默的忧伤，冥冥中我轻轻感应着动颤，雨滴也深深停落的秒针，就连风发生无惧冷冰封，透梦长深入分钟，我留守空空，擦开几重惊醒与冷漠，但叹息和不过是承诺，撕心伤定想跟他破釉，心中受伤轻易放怒，光阴匆匆又我们重逢，生命爱的他已不可爱慕，不懂凄惨我的拥抱，戏太错怪为谁能轻易落。15万人了，我们继续分享直播间，往上冲一冲。来，一首秒针送给我们所有回家的宝子们，继续用熟悉的旋律来欢迎大家回家，好不好？来看看我们的赞赞。340万了，怎么回事？大家都去哪了？平时我们开场就等到500万，我都唱了两首歌了，还没到500万呢。跟着我们音乐节奏，我们的赞赞一起往上点一点，点到500万。几天不见就把我忘记了吗？我们的凝聚力又去哪里了？Woo!
Let's go! 三二一，你要追我的屏幕，狂敲敲敲！什么歌？这啥歌的？嗨不起来啊？怎么？来来个我们点赞赞的，点赞赞的歌曲，这个不嗨，这个不嗨，还要更嗨的，来来个更嗨的，我们方便大家点赞的。我现在是多少赞赞？我倒数三个数，看看大家能点到多少。500万，来，现在是500万赞赞，我倒数三个数，所有直播间16万人一起双击屏幕看看，一瞬间咱们能到多少赞赞，好不好？准备好听好了，三二一，求呀！一起点赞赞看看，来，17万人点赞能到多少？点点点点点点 ，3 2 1 come on！马上700万了，会不会到1000万呢？17万人，800万没有，800万了，来17万人，我们这样子哈，今天来一个老，不然大家老说我老唱这些歌，今天换一个歌好不好？换个什么歌？换一个能跳舞的歌行不行？来，哇，18万人马上，把赞赞一起点到1000万行不行？马上1000万了，呜，18万了，1000万赞赞了，呜！我戴个帽子来，谁送我华子啊？欢迎秀姐，行行，我秀姐来，先来个不一样的歌曲好不好，家人们？来个不一样的歌来，18万人，我们接下来一起冲20万人，但是我们的赞赞都不要停，好不好？来，戴上我的牛仔帽。有请我们的金牌 dancer， 有请金月。嘿，这是谁？嘿，来冲19万人，最劲棒！嘿，我们俩来一个，来跳舞，来送给大家，咱们人气往20万人冲一冲，赞赞继续往上冲，来来跳舞。直播间18万人，我们继续分享直播间冲20万人。送你雪白的云朵，送你璀璨的星河，送你暖暖的春风，送你红红的花火，送你不败的花朵，送你万顷的山河，想问你的一颗心，什么时候会唱吗？骑上我的小骆驼，带你去看日不落，披上我的草帽，带你巡游我部落，弹起我的小夜琴，为你唱首小情歌，让我醉得不胜酒，这是你的小酒窝。哦啦啦哦啦啦哦啦啦，怎么滴答？哦啦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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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好山流水切切，雪山吹来切切，世上的人这么多，恰好是你切切。星空明月切切，草原骏马切切，世上的人这么多，恰好是你切切。19万人，我们继续分享直播间冲20万人了。呜，嗨，一首来跳舞，非常失败这首歌，就没事。来，金月把这个拆了，我们俩来一首更嗨的，好不好？炸场子的歌来，一首眉飞色舞，继续往上来19万人，冲啊刷！赞赞1500万了，我2000万一起冲一冲，分享直播间冲20万人。是非对错已太多，来到眉飞色舞的场合，混合他的冲动，他的劲，不计较后果。Vigo 100万个又漏洞，快说吧说破以后最自落，之后爱不爱我理不理我，关心这结果。你说我要结果，就结果别停留。你说我要一整套再来过，男的女的都不要再等候。现在就要自由，1 2 3 come on，
不要再等候，自由自由现在就要自由。你说我要结果，春节目必停留。你说我要一转头再来过，男的女的都不要再等候，自由自由现在就要自由。来一首，这是什么？眉飞色舞，送大家金月在榜起来，点点金月的关注，金月在榜六，谢谢大家，我叫金月，在榜六的位置，来自湖南岳阳一个唱跳主播，喜欢我的关注点一点，辛苦了，谢谢。榜六的金月点点关注来，我们的赞赞1000多少万了，看一下，关注来，我们的赞赞1000多少万了，看一下，1700万了，哇哦，赞赞冲2000万能不能到？一起冲呀，一起冲2000万赞赞 ，Come on， 全场17万人来，一起冲2000万，哎呀。这前面太长了，太长了，太长了，不要搞这种歌。来，双击屏幕把赞赞先点到2000万，啊，好不好？我们再有请一位实力唱将来。1、2、3，点赞！赞赞2000万没有？1780万了，我们快速冲到2000万。2000万。10秒钟可以到吗？10秒钟，咱们到2000万，10、9，1800万，8、7、6、5、4、3，3秒钟能到2000万吗？1880万，1900万，3、2，1.5。谢谢大家，那感谢感谢感谢，不管唐毅说什么，大家都努力去把我做到啊！谢谢掌声叫他们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往上上人，好不好？江湖气，我觉得它是一种很潇洒的气息啊，我觉得挺好的江湖气啊。咱们就是江湖中人啊，要怕什么江湖气啊？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有请咱们的户外女王，张小江。小佳在我们的榜七，喜欢小佳给榜七点点关注哟。晚上好，一起跳。来吧，你这样你后面的人还是比较的危险啊。等一下谁跟小佳，男生跟小佳一起合唱的时候注意一下啊。来，我们小佳一起来一首嗨的，上人气的，干就得了，不唱。干就得了，不唱啊、怎么一下掉了50000人？没有，现在开玩笑。吓死我了，老板。一下掉了5000人，来，我们把人气唱上去好不好？哎呀，每天每个我发现猴哥一个问题。每个星期天流量都不怎么好，怎么回事？要不然以后星期天、啊、在家里播吧，星期一在舞台上播吧。哎呀，太难了啊！来，这怎么星期天的流量都不好啊？这是为什么啊？来，我们俩来一首嗨的，一个多情无情的人吧，就这个吧，来，就这个来，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送给大家。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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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穿太多了？啦啦啦啦啦啦，等会儿要脱。想找我最思念的人 ，Come on！ 举起又放下的酒啊，就像我最心爱的人。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就像我最思念的人。几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就像手心里望出的沙。喝下这最烈的酒，随便吧，就丧尽天成。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就像手心里握不住的沙。喝下这最烈的酒，随便吧，就随便吧。感谢海妈帆船。让我没那么狠心，一次次原谅着你的过错，一次次为难我自己。难过的时候总独自流泪，醒来不装作无所谓。Hey， 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就像手心里握不住的沙。喝下这最烈的酒，随便吧，就算尽天涯。几
有无情的人啊，就像熟悉你握不住的沙，喝下这醉人的酒，随便吧，就随便吧。热情有无情的人啊，就像熟悉你握不住的沙，喝下这醉烈的酒，随便吧，就浪迹天涯。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你啊，就像天边月镜子里的花，喝下这醉烈的酒，随便吧，就随便吧。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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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伤着我最思念的人。来来来，跳！啦啦啦啦啦啦啦，哇，你这怎么跑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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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着我最思念的人。我发现那个风是完全吹到天上去了啊！来，咱们找小家的关起，点点小家的关注来。不，老板你别这么说，天哪！破坏天花板来，快点，一起点点小家的关注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帮我破九十万家们，九十万了吗？快，哇，一万多，已经快一百万粉丝了，小家。谢谢。家们，赞赞还有多少？家们，赞赞两千多少了？看看，赞赞2400万了。我们今天快速把赞赞冲到3000万，好不好？辛苦大家了，我知道打电视点赞赞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但是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来做，咱们就没有那么辛苦了，好不好？来，我们再来点一次，所有直播间18万人一起点一次赞赞，好不好？我倒数三个数，准备好了，3、2、1，点赞！赞赞来，一起冲到3000万！来，接下来时间我们这样子，哎呀，我这人气掉了，我们来唱首歌吧，我一个人来唱首歌，先来，我来一个人来一首，好不好？来一首老歌，老的啊，来一首老歌，墨镜拿过来给我一下，墨镜，感谢海纳百川哥，感谢海纳百川哥，厚德载物哥，感谢，来一起点榜上大哥大姐们的关注啊，好不好？我希望我一个人来把这首歌咱们唱到20万，行不行？17万人，咱们再往上走一走，18万了。放个音乐嗨曲，放个嗨曲，赞赞冲3000万！谢谢泰哥送出人气票，8点了吗？八点了，已经8点人气票没有被来的丢一丢。我们迅速冲到10000，注意！来，我们唱一首，还是这些歌没办法，家人们来就来，护花使者。赞赞马上3000万，我们继续赞赞往上冲一冲，人气票送起来！再来冲3000万！呜！这晚才看中偶遇神兄弟他，两个约定把天求跟他归家，神兄弟冷风把针吹回他，他哪有用？是否又对我虚话？轻轻声音，撇撇声音，慢慢转来吧，对我是两忙情人来我吗？他心里满风。金刚拥吻他，将那束花温温柔柔美丽美丽放下，眉目的晚风不禁抚慰他，我已决定一生无私心中给他。18万人来，冲啊！18万人，呜！这晚在灯中偶遇心中的他，两个约定不变叫跟他归家，身笑的冷风不准吹起他，他哪有用？是否又对我笑话？轻轻声音贴贴声音默默转来吧，对我笑容问情就待我吗？他身的冷风静静拥吻他，将束花温温柔柔美丽美丽放下，眉目的晚风不禁抚慰他，我已决定一生护着心中的他。来一首《花花世上》老歌送给你们，呜，谢谢大家。赞赞有没有3000万了，家人们马上3200万了，来，手机屏幕不用停，赞赞继续冲3000万，送出你们免费的人气票，欢迎大婷婷，婷婷的抖音号，来吧，随便播，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嗨， come on come on，哎呀，大低音频啊！你要知道哪呀你啊？怎么不说华子呢？大低音频，怎么不给我说个华子呢？啊，老师多少有点格局没打开，真的格局没打开，真的哈！你自己想一下啊，自己想一下，格局打开没有啊？我跟你说啊，感谢大低音频的抖音号，怎么坑不出一个华子来呢？来，接下来时间我们这样子，请一位帅哥好不好，家人们？请一位帅哥，
3000万三三到了吗？到了吗？3200万了。嘿嘿，抖音里面从来不带货的主播，你怕是认错人了吧？我每天都基本以前基本天天带货。哎，这个音乐呢？我以为这个继续嗨起来，怎么回事？来这样子吧，来，我们来接下来请一位帅哥上来好不好？这样的，谁八童啊？八童？八童？谁是八童？什么？快乐星球？谁？八童回来了吗？八童回来了吗？现在正在研究什么是快乐星球。你这歌只有那个谁听、啊、你小朋友听啊，我们都是成熟稳重的人。来家人们，感谢大地音频，把他的华子坑出来了、三个火箭也不错啊。一直给大地音频点赞关注啊，好不好？榜一榜二榜三，哎呀大地音频怎么样上个前榜三呢、啊、小老师这不冲一冲上个前榜三呢、啊、不行啊，他们讲他说唐毅在坑票，对，我就坑他的票，我跟你说我就坑他的啊，好不好？来八童啊，都在说八童啊，裤子不好看，谁说不好看？这是我的粉丝宝宝送给我的，你们感受不好看，我觉得好看，最好看，我天天穿，哼！来，有请这位帅哥，他的名字是两个字，两个字啊，两个字啊！有请，哈哈哈哈哈，小凡，好了，下面大家晚上好。感觉他们看到有点失望，是不是？看到我失望了，哪里失望了？这样失望了吗？啊，失望了啊！怎么你上来掉5000人？没有失望，我拉的太长了，掉了5000人了啊！来，我把那个唱上去好不好？唱上去来，来一首我们经常唱的那首歌《兄弟你》，好不好啊？谢谢大地音频。哎，怎么大地音频还没上榜前三呢？免费的车票，一起甩甩！感谢双哥的嘉年华，双哥，双哥。谢谢双哥啊，来咱们榜一啊，喊着百川哥榜二、大地音频来点点关注，还有榜三的阿秀姐走走关注，小凡来，我们俩你都脱了又穿了，脱了又穿，到底要穿了还是脱？台下的女嘉宾说穿衣服很帅的，你们觉得他脱了好看还是穿了好帅？告诉我，脱了，所有人都很脱，你们怎么回事？他们都要我穿，他们说要我们团队的人说要你脱，主播们好久没见要你帅，多久没见我？感谢双哥的，我现在直播间叫你吗？比心，谢双哥，谢双哥，来吧，脱。流量密码不知道用，真的是流量密码拿捏了。我们流量密码用一用，来，接下来我们俩来一首流量密码啊，来，家人们，感谢双哥，感谢双哥。哎呀，双哥好久没见你了，双哥，不要拿话筒，就拿这个，来，我拿，来一首。哎呀，没想起用人哦，不能脱，为什么？都是穿，为什么呀？感谢双哥，感谢海浪百川哥，谢谢双哥和海浪百川哥，来一首兄弟你。你没有打火机。我有，却能点亮我的心，因为我是太阳。看那微微烛光照亮了我的影子，多不爱你，我爱你就够了。你的一个微笑，就让我寸步难行，纵然我还要跋涉万里，也为了你停止旅行。全世界只有压过压过压过你，这全世界我最中意中意中意你，你的话像咒语，已经让我身不由己。如果是说明天命中注定失去你，如果你说明天不想看满城风雨，亲爱的别担心，看我为他翻天覆地。你还是我怎么了？你觉得他帅吗，家人们？啊，怎么了？帅不帅？你没有打火机，我真的没有打火机，却能点亮我的心。我的心就是太阳，爱的烈火燃烧了空气，却不经意加快呼吸。最持久的爱情。难道是保持距离？我怕太的靠近你会腻，也怕太远我会伤心。这全世界只有压过压过压过你，这全世界我最中意中意中意你。你的话像咒语，已经让我身不由己。16万人继续往上冲一冲！如果是说明天命中注定失去你，如果你说明天不想看满城风雨，亲爱的别担心，看我为你翻天覆地。这全世界只有压过压过压过你，这全世界我最中意中意中意你，你的话像咒语，已经让我身不由己。给你。如果说有一天全世界都抛弃你，如果说有一天你老到把我忘记，只要你在这里，就是我生命的意义。一首中意你送给大家，然后咱们一起把小凡的关注点一点，来，小凡在榜几啊？没上榜是吧？小凡在榜十二，小凡在榜十二，来，每天晚上的12、11点钟是他的直播的时间啊，咱们关注一下。一点二万，今天老婆五万人冲一冲，不想玩了，不想玩了，
只要不唱歌，你人家九呢，这是为什么？就稍微你缓一点点都不行，真的啊。那就来再上一个帅哥，两个帅哥加两个美女来一首《护花使者》，行不行？这可以。真的是，来吧，有请小黑不黑。没错的，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要小黑，小黑，要小黑来，小黑来，小黑真的是挺可以的啊。来，咱们再上，这样子你会唱护花使者吗？会。会唱护花使者，来，小凡再来一位美女，谁？小凡跟。我要跟你。不行，你跟张小佳。他的头发会甩到我的脸上。怎么了？他甩到你头上，他有什么？他很猛的。就是要猛，很猛，就是要猛一点，就是要猛一点。来，你的意思是你没我厉害呗？来，那我要那没有。我来跟小黑波飞来一首护花使者，好不好？小黑够可以啊。来，一首护花使者送给大家。最后，我要开始装逼。他身边满风，紧张又问他，将他说放问朋友，美女美女放下，边路的满风，答应抚慰他，我一个冰的生命就慎重给他。他身边满风，紧张又问他，将他说放问朋友，美女美女放下，边路的满风，答应抚慰他，我一个一生付出慎重给他。他们来了，哎呀，看两个人会不会甩到头上去、脸上去来的头发？哇，你们衣服好配啊！这满在街中偶遇，满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两个决定把天交还跟他回家。嬉笑的冷风，不准吹飞他，他哪有有眼神，迷路迷路方法，痴痴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追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吧。一身的晚风，静静拥吻他，将他束发温柔柔，美女美女放下，被雾的晚风。应抚慰他，我一个丁一生就心中的他。你痛心的晚风，静静拥吻他，将他手法温温柔柔，美老美老放下。被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一个一生活在心中的他。小黑会跳舞吗？身中的他，两个决定把天交还跟他回家。嬉笑的冷风，不准吹飞他，他哪有有缘人，迷路迷路方向，痴痴身影，痴痴身影，默默追来吧，被我收浪漫情人爱我。他身的晚风，应该要拥他，将那手法温温柔柔，美丽美丽放下，被我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爱决定一生护着身中的他。他身风，应该拥吻他，将那手法温温柔柔，美丽美丽放下，被我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一个一生活在心中的他。呀哈！你粤语不错，粤语啊！马上，你看，你唱完就跑了。干嘛呀？马上就跑了啊！马上跑了，来，咱们一起，人气票没送的，一起丢一丢，好不好？冲两万人助力，咱们一起来，右上角榜五、榜一、榜二、榜三的关注一起点一点，然后榜我们三位主播的关注一起走一走。榜十的小佳，榜十一的小黑，榜第二种啊，纯粹他就算了，这个话说出来不说了，别要说你了，不能说不能这样说了啊、想要成为你又成为不了你，只能自己碌碌无为的，自己默默无闻的，平平凡凡的，还嫉妒人家啊、是不是？来，是接下来时间继续来一首。好、看看啊，两位男生，你们四个三先休息一下，来，来休息一下，我们再有请一位。公主，邀请 Monica。哇，莫妮卡今天上来气场全开呀，有没有觉得啊？气场全开，来，我们来一首更有气场的歌，不知道什么歌？什么歌？狂浪可以吗？狂浪，来，我们两个把这个狂浪送给大家。我看看莫妮卡，真的今天放得特别开，哇，天哪，这个状态太好了。要要要，来唱。人气票一七万去六万两万冲冲。Check it out, my man. This is the music of the hip hop band. Check it out, my man. This is the music of the hip hop band. Check it out, my man. This is the music of the hip hop band. Check it out, my man. This is the music of the hip hop band.
一朵接踵而来，大风带着我摇摆，风在燃烧，心在澎湃，不用徘徊。大摇大摆飘在人海，随着心情放散，别服输，跟着脚步，要爱你就来。狂浪是一种态度，狂浪再去欺负过，狂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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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浪是一种态度，狂浪是不被约束，狂浪狂浪，一路疯狂，一路流浪，一路向远方。冷气秒时一点八万，祝你我两万，冲一冲！哇，卡卡跳的好好呀！卡卡在榜七，点点猫，你看他关出来！一波一波接踵而来，大风带着我摇摆，梦在燃烧，心在澎湃，不用徘徊。大摇大摆飘在人海，随着星星放四海，别服输，不着脚步，要爱你就来！狂浪是一种态度，狂浪在起起伏伏，狂浪狂浪。狂浪狂浪，狂浪是一种态度，狂浪是不被约束，狂浪狂浪，狂浪狂浪，狂浪是一种态度，狂浪在起起伏伏，狂浪狂浪，狂浪狂浪，狂浪是一种态度，狂浪是不被约束，狂浪狂浪，一路疯狂，一路流浪，一路向远方。谢谢，一首狂浪送给大家。哇，莫妮卡这个气场全开了哈，家人们，每点莫妮卡关注的榜七的莫妮卡，一起点一波关注。榜九，榜九，家人们晚上好，我是莫妮卡，来自湖南邵阳，在榜九的位置，每天下午四点钟直播，希望大家给我点一下。女生来一首好不好？好，等一下，等一下，四个女生先来一首啊，等一下啊，来，现在必须要气场全开啊，你们四个人、三个人能不能一起气场全开？可以，把你们最嗨的状态拿出来。好，比一下，你们四个人啊。好，来，我们四个人比一下，看看谁更嗨，好不好？好，我感觉谁跟张小佳在一起比都输，怎么回事？不会，卡卡不会输，卡卡不会输。卡卡今天要他应该刚才有人说他喝了，好像今天喝了八加一似的，气场全开。我觉得今天卡卡要拿捏我的意思，必须的。我们四个四个来，四个比来，准备好一首。哎，不唱叶子光，狂浪不唱啊，干就得了。卡卡，我俩要比赛，必须得干。我们四个都干，对我们四个一块，我们四个一起干就得了。来，准备好 ，music， 啊啊啊，来干就得了，宋佳佳，前面，哇，我的腿在上面。我赢了，我赢了！那我天哪，这个场面真是我没见过了，没见过这种场面，真的。哎呦，怎么了？我的腿在前面，我的腿这样，他腿在前面，他赢了，我赢了，他赢了，真的，小佳赢了，没办法，这个我宣布小佳再次胜出。这样就得了支持，我张小佳全部抬走。来，是不是三位来，三位霸气女神来，喜欢谁给谁点点关注，右上角十万加人气打开啊！再把我们榜一、榜二、榜三的关注一起点一点啊！谢谢大家，来三位的关注走一走啊！我继续来，我们四个人继续嗨，姐就是女王，看看谁的女王范更足，好不好？一人占一个位置，一人占一个位置，来一首《姐就是女王》。感谢总舵主的加点哇！不论昨晚经历了怎样的忧伤，睡一觉醒来依然有明媚阳光，穿最喜欢的衣服，化最矜持的妆，女人要气质悠扬，活得漂亮。自己的人生无需凭借谁的光，不做谁的公主，做霸气的女王。感谢总舵主，你活出想要的模样，就算无人欣赏，也为自己鼓掌。姐就是女王，自信的东方。你若爱将来，你不爱莫张狂。收起你的那些小小花花肠，甜言或蜜语，去哄小姑娘。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有钱了不起，姐也很自强。不惧风霜雪雨，逆风也飞翔，活成一束光，世界都照亮。哇，远一点，远一点，人家一次了。哎呦天哪！哇，哎呦！不论昨晚经历了怎样的忧伤，睡一觉醒来依然有明媚阳光，穿最喜欢的衣服，化最精致的妆，女人要气质永远活得漂亮。自己的人生无需凭借谁的光，哎呀，不做谁的公主，做霸气的女王，一辈子不长，活出想要的模样，就算无人欣赏，也为自己鼓掌。啊，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你若爱就来，来不来我当狂。画图的不好，收起你的那些小小花花肠，甜言或蜜语，去哄小姑娘啊。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有钱了不起，姐也很自强，不惧风霜雪雨，逆风也飞翔，活成一束光，世界都照亮。姐就是女王，走，自信放光芒，来来来来，你若爱就来，女王来，不爱莫张狂，收起你的那些小小花花肠，甜言或蜜语，去哄小姑娘。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有钱了不起，姐也很自强，不惧风霜雪雨，逆风也飞翔，活成一束光，世界都照亮。姐就是女王，没有，一起走。人气票一起在网上冲一冲，冲三位，祝你了！呜呼！哈哈哈哈哈哈！好玩吗，家人们？好玩吗？
快放这个音乐，我们来，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来，我们今天四位女神真的特别的放得开，真的特别的状态特别好啊！来，一起先给三位点点关注啊！两位算了吧，给三位女王们点点关注，送出你们免费的人气票。OK OK， 行了，今天你们三个都是甩头大户，我跟你说，他们甩头一个个我是自愧不如啊！要不要看他们甩头？不要，炸雷，炸雷，要不要？炸不炸啊？啊，炸不炸？炸不炸雷？一起说，不是，站上有4000万了吗？3700万，马上4000万来，教他怎么送人气票，头顶上的黄色爱心打开，头顶上黄色爱心打开，助力打榜，免费人气票下面，付费的在上面，咱们想送什么送什么，不想送就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好不好？来，把我们的人气票一起甩出来，炸雷，来，准备好 ，music， 一人炸一个，准备来了 ，let's go， 来小仙开始，我先，来榜几？小佳在我们榜十一，只要我们小佳给榜十一破100万，给榜十一的张小佳点点关注嘞！哇！榜十一的张小佳点点关注哦！3, 2, 1, come on！来。榜十的莫妮卡，榜十莫妮卡点点关注嘞！哇哇！来，点点榜十的莫妮卡，是不是？人气票2.8万，距离了还有最后2000人到3万，近一点呢、啊？哇哦！14的小黑来，哇哦，哇哦，打吧，1, 2, 3, go！ 谢谢，感谢观赏，感谢欣赏，谢谢，我们一起点点他们的关注啊，家人们啊，是这样的。家人们下播了，家人们下播了，打完人气票就下播吧哈。来，现在几万人助力了，家人们看一下啊，有几万人助力了？2.9万人了，还没到3万人助力来。好了，我炸了哈，好吗？今天风格很好，很有感染力，这人气怎么这么低呢？马上只有掉到10万以下了，我的天哪，我的两天不播，每天星期天都是草粮，我以后星期天我还是不在这播了，星期天我还在家播了啊，好不好，家人们？然后星期一我们再来这个舞台上播，好不好？啊，汤老板要减肥，汤老板是谁啊？汤老板这里没有啊，没有汤老板啊。来，没关系，老板今天就带大家玩嘛，开心就好了。我们来唱什么歌嘞？啥歌都行，看家人们想听啥歌。家人们想听啥歌啊？今天就带着大家放松的玩。谢谢超人回来，今天灯光有点暗吗？啊，灯光暗吗？老师，是不是不够亮啊？今天？神经心痛，来啊，神经心痛吧，来，神经心痛，我们三个来吧，好不好？来，一首《神经心痛》送给大家。神经心痛，我只想要和你一起。不是不是，
重来。曾经心痛为何？预备，灯光太暗了，怎么暗了啦？曾经心痛为何变成陌生？我只想要和你一起飞翔，管它地久天长，只要曾经拥有，我是真的这么想。Come on！曾经心痛为何变成陌生？爱情就像人生不能重来，这些道理我懂，可是真正面对，叫我如何放得下？路上行人匆匆过，没有人会回头看一眼。我只是个流着泪走在大街上的陌生人。如今我对你来说，也只不过是个陌生人。看见我走在雨里，你也不会再为我心疼。曾经心痛为何变成陌生？我只想要和你一起飞翔，管它地久天长，自由曾经拥有，我是真的这么想。曾经心痛为何变成陌生？爱情就像人生不能重来，这些道理我懂，可是真正面对，叫我如何放得下？我对你来说，也只不过是个陌生人。看见我走在雨里，你也不会再为我心疼。曾经心痛为何变成陌生？我只想要和你一起飞翔，管它地久天长，只要曾经拥有，我是真的这么想。曾经心痛为何变成陌生？爱情就像人生不能重来，这些道理我懂，可是真正面对，叫我如何放得下？曾经心痛为何变成陌生？我只想要和你一起飞翔，管它地久天长，只要曾经拥有，我是真的这么想。曾经心痛为何变成陌生？爱情就像人生不能重来，这些道理我懂，可是真正面对，叫我如何放得下？谢谢，谢谢，一首曾经心痛来送给大家，咱们把莫妮卡还有张小佳的关注一起点一点。莫妮卡在榜十一、榜十二，张小佳。家人们晚上好，我是莫妮卡，来自湖南邵阳，我在榜十的位置。新吗？刚已经调亮了呀，还暗吗？反正抢不到第一，那咱们也第二名呢，是不是？第二名也是实力啊，对不对？还是暗啊，怎么回事啊？现在我们调亮了还是暗吗？我也觉得暗，审美疲劳。那我去户外直播吧，一个人拿着手机去户外直播好吧。在一个地方直播太久确实是，除非下面有人啊，有人那就不会审美疲劳了。我这又不能进来人，现在能进来人的话，我这里也每天能爆满，每天爆满的话那也是挺好的。面光不好看，今天真的不好看，我也觉得今天是怎么了，那脸都是黑的啊。来，现在呢，屏幕背景换一下，我也觉得你们可以偶尔打开一下后面的 LED 屏嘛，天天都是这个样子。LED 屏打开，我们试下来。谁会唱一个？我们唱一首，换一首歌来。天天都是一个样子，真的是，天天都是一个灯光，天天都是一个背景，看都看烦了，真的，我都看烦了，我真的。来，打开一下 LED 屏，我看看好不好？太久了，真的有点烦啊。那我家人们怎么看了我两年多、三年也没看到烦呢？你怎么看我一下就烦了呢？啊？有南风将我吹吹，我想唱一些新歌好吗？我是。你唱新歌又掉人，唱老歌呢只能维持住人，你说该怎么办？家人们，你们告诉我该怎么播啊？我不知道怎么播啊。啊，来首唱新歌，来首九十九不退一步。我相信那些说审美疲劳的人一定不是我的粉丝，你们根本就没有看过我审美疲劳。你真审美疲劳，你早就出去了，你不会在那打字了，你知道不？来，开了没有？
这 LED 屏白装的，天天不开呀啊，天天不开 LED 屏。现在可以申请户外，我不需要申请，我随时可以户外，只是看我想不想去户外，不需要申请。现在好多了，现在亮了，对，现在亮了灯光，好、哦，是吧？来一首99不退一步嘞，你能打开吗？后面还啊？啊！节约电费。对啊，马上又不一样了，整个感觉啊，来，也可以啊，也感觉有点新鲜感啊，不然那跟看我看腻呢啊，百看不腻。来首旧梦吧，好不好？好，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来，99不退一步、啊，哎呀。可以吗？可以吗，家人们？这个好假哦，这个 LED 屏，这个好假哦，这个 LED 屏，是不是？好假，换一个，有点晕。他们就说啊，不要不要这个，太花了。我们的 LED 屏都是这么丑的，以前在那个室内的时候也是那么丑。人气票36万，祝你还有最后的8分钟。这个吧，这个好看。对，我觉得这个好看。99不退一步来，男生谁会唱？你会唱吗？99不退一步啊，你也会唱啊？我带两个男生唱吧，好不好？来，我带两个男生唱99不退一步来，你说了算，来吧。旧梦等一下唱吧，好不好？9点钟以后唱来，一首99不退一步送给大家。1, 2, 3，我能走99不去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任何关系是由平方去维系，考虑方根本无法继续。我能走99不去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感谢不够划算，感情若隔着一颗心的距离，跨越不了就别浪费苦力。对这感情做了个分析，维持现状不会有结局，一路为你撑伞我却淋雨，理所应当是你的逻辑。为这段情我已尽全力，你却不敌我万分之一，继续经营只会一败涂地，及时止损是我的专辑。感谢 Fresh 二哥。我能走99不去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任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靠一方根本无法继续。我能走99不去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都听若隔着一颗心的距离，跨越不了就别浪费鼓励。灯光按一下，来吧。你这段情我已尽全力，你却不敌我万分之一，继续经营只会一败涂地，其实只剩是我的传奇。我能走99不去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感情若隔着一颗心的距离，靠一方根本无法继续。我能走99不去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感情若隔着一颗心的距离，跨越不了就别浪费鼓励。谢谢，99步退一步，送给大家。谢谢，哎呀，不错不错不错，这个被我升了三个调，他们还能唱上去，很厉害了啊！来，一起把小凡、小黑不黑的观众一起走一步。还有感谢 ，Fresh 爱是吧？对对对。哎，谢谢大家。每天晚上有四到五万人给我助力，也不错了啊。虽然没有到我们自己满意的这个助力人数啊，但是也谢谢所有一直在每天晚上坚持送人气票的家人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从来不搞线下的，我从来不会在线下要求大家今天晚上所有人打满，我从来不会这样要求大家，我只会在直播间说，直播间就是很随性的，咱们能打多少打多少啊，好不好？管他第二名、第10名、100名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
从来不在线下拉大家的票，大家知道的，唐毅从来没在线下拉过你们一张票，好不好？好，谢谢，谢谢我的所有爱 S 的家人们，感谢。哎喂，多少次跌跌撞撞才学会坚强，来接下来时间寻找方向，接下来九点钟了，我们请一个这个主播很特别，他在加入我们彩虹堂之前他已经是我16级灯牌了，这一位主播在没加入我们彩虹堂之前已经是16级灯牌了啊，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把他的名字打在公屏上来，让我们一起欢迎啊，欢迎朵朵。 Hello 家人们晚上好，朵朵啊，我是老板的铁粉，他真的是，他真的那时候没加彩虹团之前就天天来送灯牌，我老是看到他，老是看到他，他那个最近朵朵的人气也大增了啊、哦，还好还好，前两天前段时间都是俩三万人呐、啊，朵朵直播间，来朵朵，今天我们来一首什么歌？好不好？来一首什么歌？旧梦，好，可以，他们说想听旧梦，我想的可以可以可以，想跟你唱旧梦，好的啊，好不好？来，适合我的风格，对，适合你的风格，一首旧梦，我跟朵朵两个人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好不好？来，旧梦送给大家，呜。这一杯又一杯，像一场失去的旧梦。Let's go。今夜风沉沉，今夜花纷纷，今夜雨蒙蒙。我不能忘记往日的誓约，往日的你柔情。今夜泪涟涟。今夜雾茫茫，今夜歌声声，我怎能抛却对你的思念，默默在心中奔涌。风呀呀吹个不停，像你羊一样响不停。爱的承诺一个又一个，像一早蕊的凋零。雨呀呀下个不停，像你羊一样响不停。爱的苦酒一杯又一杯，像一场失去的旧梦。Come on， 来东北秧歌走起！谢谢我的2113家人们给我霸屏，2113飘起来！今夜风阵阵，今夜花纷纷，今夜雨蒙蒙，我怎能忘记往日的誓约，往日的你柔情？今夜未恋恋。今夜雾茫茫，今夜歌声声，我怎能抛却对你的思念，默默在心中奔涌。谢谢双哥。风呀一呀吹个不停，想你呀一呀想不停。爱的承诺一个又一个，早已默默地凋零。雨呀一呀下个不停，想你呀一样想不停。酒一杯又一杯，像一场失去的旧梦。爱的苦酒一杯又一杯，像一场失去的旧梦。老板知道朵朵是东北的，特意带我扭个秧歌。你带我扭。那心呢？哟吼！那心都不见了。来，咱们来，朵朵唱歌好不好听？没点谢谢大家朵朵关注的来，咱们有准瞄准朵朵点点关注，榜十三的朵朵点点关注，十三朵朵点点关注，谢谢家人们。榜十三啊，他在每天是在不到三万人呢。但是舞台给我的这种感染力不一样，感觉不一样。那明天早上的6:30，6:50到9:00，6:50来，谁起得来？可能我没睡觉，我就先看你啊，好不好？只播了，虽然只播了一星期的时间，但是朵朵认为在舞台就是锻炼的，成长的特别的快，真的。嗯，是，而且特别的开心，主要是因为站在老板的舞台上，信心十足。就是在舞台上的感觉会让你就是找到那种唱歌的快乐，能够哈，是不是？特别是谢谢双哥，感谢双哥的嘉年华，谢谢双哥啊！特别是昨天我在，不是昨天啊，对，是昨天啊，今天，昨天我站在大舞台的时候，我下播之前我就唱了一首入坑神曲啊，就是我加彩虹团的什么歌？飞蛾扑火。哎呀，然后呢？然后就是马上就泪流满面的感觉，让我想到了两年前刚刚入团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彩虹团很多很多家人都是这种感觉啊，飞蛾扑火。是对，我们陶爱什么刚刚认识老板时候的一首歌。好的，来咱们一起点点啊，这个朵朵是你们的同盟啊，我跟你们一样的，每天我也是铁粉啊，我是铁粉，每天特意的灯牌都16、17级了，快啊，陪伴老板一起点点朵朵的关注啊，谢谢大家，谢谢朵朵，谢谢大家。好。
好，来，我们这样子吧，我想一下啊，还唱什么了？现在我们可以每个人这个唱一些，咱们不管人气了，现在九点多了，咱唱一会儿就下播了。来，那个谁，我想一下，两个来吧，好不好？要感谢双哥啊，咱们把榜一双哥的关注也点一点，还要把双哥还有任督二麦哥的关注啊，好不好？还有谢谢 Fresh L 来，我想一下，你们两个一组吧，好不好？两组一组，我先给大家来一首歌，好不好？哦，等一下，我忘记了，还有一个人没上场，还有一个宝藏歌手没上场，因为他们都是很少来我的直播间，所以呢，我可能会把他们放在九点钟以后啊。这一位呢，是我们在贵州的时候啊，在贵州做户外的时候呢，在湘西啊，哦，吉首，对对对，在湘西做户外的时候，大家对他的印象很深刻啊，因为大家都会叫他印度啊。在印度做户外的时候，在印度做，我们有请湘西阿三，有请湘西阿三。大家晚上好，我叫湘西阿三，来自湖南湘西啊，也是我们彩虹团的一名新晋主播。谢谢大家。你什么时候加入咱们彩虹团的？加了有差不多2个月了。2个月你在干嘛？我在这边，在公司里面跟他们那些优秀的主播，跟优秀主播学习。好，你今天来，我感觉我看到你，我就想跟你唱。你莫走，下一首好不好？谢谢。我好久没有唱你莫走了，家人们，你要想不想听你莫走？我在国庆节的时候，每次我那2年前，你知道吗？我每次唱这首歌就到我的人生最高的人气，对对对，好多好多次啊！谢谢你莫走，来，我来跟印度啊，湘西阿三来一首你莫走，好，一首你莫走送给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哥哥，不想跟你过苦日子。带回湘西，你不想跟你过苦日子呢，你太穷了。我会努力的。你努力说了好多年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每啊都一步走，唱出哥哥把你留，歌中有我对你的真情，歌中有你的温柔。哥，我要走。那感情好。妹妹不能陪你到白头，不想陪你清醒不眨眼，不想陪你到月亮多山沟。你莫走，我要走。渡过舟，拉过沟有什么用？你莫走，我要走。天作背，天作背，地当破，我受够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会努力的。这么冷的天，被子都没得盖。你放心，不久的将来我会让你什么都会有。我不相信你了。再给一次机会好不好？求你了。妹啊，头你不走，唱出哥哥把你留，歌中有我对你的真情，歌中有你的温柔。哥，我要走，不想过这样的苦生活。每天又挨冻又挨饿，你怎么忍心让我再吃苦？你莫走，我要走。点个灯，小歌舞。你莫走，我要走。生个娃，生，这都养不活了。你莫走，我要走。点个灯，那个房子都破了。你莫走，我要走。生个娃，那个狗都要，再不吃狗我都要饿死了。再给一次机会，唐老板，再给一次。走，画饼的，走。走，说了十年了，相信我，说了十年也没见你有什么改变。时间都已经几十年了，我都老了，我都80岁了，80岁骗了我一辈子。我都30还没到，都还几十年了，你看我。好吧，来，咱们湘西阿三啊，来，咱们一起点点关注。我叫湘西阿三，每天早上的7点半直播，感谢大家。榜12点关注，在我在榜12的位置啊，喜欢我的给湘西阿三点关注，每天早上的7点半直播，谢谢大家。挺好的啊。民族服有吗？民族服有没有？民族服，你的是穿的是湘西的，对啊，穿是苗服啊。对对对，你平时都穿这样的衣服吗？对，我们在家里都近一点听不到，经常听的，对，经常穿这个衣服，对，你能搞给我弄一套这个吗？可以，夏老师，我也要穿这种。其实我跟你讲啊，我在家里已经给你准备好了的，下次我给你带过来吧，好不好？真的吗？真的，我不好意思跟你要，我自己买。而且那个是手工绣的哟，手工绣的，我要。哎，那个真的。
真的，湘西，我其实对湘西特别有感情，因为我去湘西去过两次啊，真的去过两次，我还想去。好，还想去。我们湘西的大门随时欢迎您的到来，也欢迎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欢迎你们到湘西做客。一定要去湘西做客呀，家人们！湘西啊，是我们这边特别神秘的一个地方啊。对对对，一定要去湘西玩一玩啊，好不好？来，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唱一首《花桥流水》。好的，来一首。那是红色衣服吗？给我吧，红的红的红的，来，不是刚刚那个上半身的红的，来快点。你刚给我的那件，对对对对，来，不，来，我们来穿一个。好的。这个裤子好像不太配啊。现在流行混搭。不是啊，这个露出一头肉了。露出一头肉了。漂亮啊。这个像不像你们湘西的一种？有一点那种味道，确实有一点那种味道。来吧，我们来。哎呀，不好看呢，好像配这个裤子好丑呀。像他们都说湘西赶尸。对对对对，就是我们湘西那边的。不要说了，好，不要说了，好，来，不能说，晚上说出来怪可怕的。对，可怕。来，对，大家一般对湘西的印象就是那个啊，很多人对湘西的印象就是那个东西啊。来，我们俩唱一首。哎，这衣服给你配了啊，好吧，来，快点，快点，来一首《花桥流水》。能不能重放？你咋这么慢呢？打你，猴哥已经不熟悉业务了啊。来，是的，对，一个人在批评。来，好。哥哥，快点，我们去看日落了。好。哥哥，快点，我们去看日落了。好。看那橙黄枣，鲜嫩了枝头。口红没了。花瓣颜色好，阿妹更娇羞。看那春水流啊、哦、流过小桥头，风水歌声飘飘过吊桥楼，吹起我的芦笙，妹妹的唱一首，等到太阳落山你就跟我走，带上你的米酒，哥哥你尝一口，烟在你的眉梢，醉在我心头。看那橙黄枣，鲜嫩了枝头，花瓣颜色好，阿妹更娇羞。看那春水流哦，流过小桥头，风吹歌声飘，飘过吊桥楼。吹起我的芦笙，妹妹你唱一首，等到太阳落山，你就跟我走。带上我的米酒，哥哥你尝一口，甜在你的眉梢，醉在我心头。太阳落魄了，月亮出来了，河水回潮，船儿搁浅了，船儿搁浅了，阿莲回家了，阿莲回家我就想他了。太阳落魄了，月亮出来了，河水回潮，船儿搁浅了，船儿搁浅了，阿莲回家了，阿莲在家他又想谁了。吹起我的芦笙，妹妹你唱一首，等到太阳落山你就跟我走。带上我的米酒，哥哥你尝一口，甜在你的眉梢，醉在我心头。吹起我的芦笙，妹妹你唱一首，等到太阳落山你就跟我走。带上我的米酒，哥哥你尝一口，甜在你的。谢谢大家，很轻松的感觉哈。咱们没有给湘西阿三点关注的，来，咱们瞄准这位实力上将啊，好不好？很有带有民族特色的啊，对对对，一个这样的一个主播，咱们点点他的关注，榜十五。感谢大家，我叫湘西阿三，来自湖南湘西，我在榜十五的位置。谢谢。你好，适合跟他们去演那种演剧情啊，对吧？对，很有那个叫啥？很有那个，你们能不能换点衣服，换一点感觉，不要老唱那些歌。你们去换衣服，快点，看看你们唱什么歌，来些不一样的后面啊，变化一点，不然老唱那些歌，他看烦了，是不是？再次点点印度阿三，又印度阿三，不是啊，咱们湘西阿三，好不好？一起点点他的关注，谢谢大家。好的，欢迎你，欢迎你加入彩虹堂，希望你能够找到自己的那个特色，好不好？把特色放大。好好好，谢谢老板。其实我觉得你在这个你们自己的
那个湘西，找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然后在那边唱歌会比较有感觉。好，好，是吧？我考虑。像那样子，这样子就是，如果跟你们跟我们一样的话，就会你就会没有自己特色了。那那是你的特色。好，就戴上那种帽子啊什么。还要穿上湘西的苗族服饰。对，然后我可以穿上湘西的苗族服饰，唱《爱你一万年》。对对，知道吗？爱你万年啊，好好 好来，到时候我们聊一下，好不 好来，香香三点点关注啊，干啥去？你们有什么歌吗？有什么想唱的歌吗？如果你们没有的话，我再跟阿三来一首。好，可以。你会唱《新白娘子传奇》吗？我会唱那个。不情吗？不是，我们两个来一首那个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啊，太高了，我唱不上去啊。能唱吗？我唱不上去啊。我看。还有那个，要不然谁？让我坐等啊，那个太阳它让我爬山坡。那首歌我不熟。再来一个，唱那个妹妹你坐船头，唱好哥哥在岸上走，那个太高了，小妹妹，那唱民歌的我唱不了，那个应该是你亲哥哥，小佳会吗？他会千夫的爱，他会唱不上去，他会唱不上去，那种一定要唱民歌的人唱上去的，这个太难了。咱们那个呢，咱们金美熙。金美熙是谁啊？哎，不是不是，金美熙哪里是金美熙？卡卡，莫妮卡，你叫成金美熙一样的吗？对对对，卡卡会吗？金美熙在武汉呢。千夫的爱，不是唱不了，唱不了，唱不了，唱不了。我懂他们的嗓子，没有，跟我一样都唱不上去。要不然这样子吧，唐老板，我给大家来唱一首，可以。屠洪刚老师的《你》，好不好？好吧，来，好，那就印度啊，印度阿三，你看我们老板真是的。那就湘西阿三给我们来一首。好，屠洪刚老师的《你》，来一首。哎，扣不下来了。来，我走了，一首你送给大家，来，谢谢，谢谢雪山哥啊，感谢。一首屠洪刚老师的《你》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喜欢我的点点关注，谢谢。你从天而降的你落在我的马背上，如雨的模样，清水般的目光，一丝浅笑让我心发烫。低头也不回的你张开你一双翅膀，心里这方向在前方，一声叹息将我一生变凉。你在那万仞中央感受那万丈荣光，看不见你的眼睛是否会藏着泪光，我没有那种力量向往，也总不能忘，只等到漆黑夜晚，梦里回那曾经心爱的姑娘。谢谢谢谢谢谢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啊，感谢。好，咱们再把我们湘西阿三的关注再点点，再帮你看一下。王姐，大家好，我叫湘西阿三，来自湖南湘西啊，我在榜十四的位置，喜欢我的点点关注，每天早上七点钟。这个黑衣服的小姐姐是谁啊？哦，我看不清了，朵朵，我说，哎，这两个这么美的美女，我说，朵朵，等一下，你们想唱什么歌？卡卡，哎呀，想唱这个路，来过来，我能不能骂死你们俩？过来，那个张小佳和卡卡他们两个，我说大家去换点衣服，来点不一样的，然后他们两个换了这个非常艳的两件衣服，我说唱什么歌？他们说唱这一路。能不能把他们俩踹下去？我能不能把他们俩踹下去？唱成这样给我唱这一路啊！感谢一切随缘大哥，谢谢随缘哥啊！能不能把他们俩踹下去？唱成这样子，你是什么意义啊？唱成这样子唱这一路是什么意义？你告诉我，就我俩都是农村出来的小姑娘，葱花吗？这不像农村出来，这是复古特流行。然后我俩这一路走过来都不容易，所以说我们俩想来个这一路。那你们俩再穿的破烂一点吧，把那破衣服穿。没有，能啊！他们说难，不难，踹下去，啪！你们俩快点配合一下。那我们唱啥？可以吗？唱成花姑娘，我以为他们唱这样子，我以为他们要来个八零年代的 disco， 跟我来个这一路，这一路，来点老歌可以，但是他们穿这样唱这一路真的有点跑，那就跑题呀、啊，是吧？来，有什么嗨的歌？那就你唱这一路，把衣服脱了，别唱这个，不准穿。来，这一路，你们两个来，抒情版的这一路，对不对？是的，来，让他脱了那个版本，真版。马大雁，来逗你的笑啊！来，可以来，
他们俩应该来一路向北的 DJ 版，我觉得应该很适合他们俩。你们俩真的来一个一路向北的 DJ 版吧。可以可以啊，很适合你们。你们唱完这个马上也再唱这一路。好，可以，超适合你们俩。一路向北的 DJ 版本，还穿这个衣服吗？我一路向北。他们俩，照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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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是爱上这两件衣服了啊，送给你们俩好不好？送给你俩啊。好。好贵吗？哇，一两百块钱不能送。好喜欢这个花衣服。一二十块钱就送算了啊，来一两百块钱不送啊。来，你们俩穿这个。老板，你不想穿啊？不好看啊，你们两个。那一路向北，让他们两个嗨嗨嗨，预备，这个好好看，下。哇，咱俩还是要嗨起来，先嗨嗨完在这一路。在这一路，带着疲惫，带着愧对，我的心一路向北。那个曾经深爱我的人，请你不要流下你的眼泪，留下支离，留下破碎，我的心还在相陪。那个曾经深爱我的人，我是否真的再也找往不回？请放开你温暖的手，让我一路向北。未知的人是否也有真迹轮回？一路走着，我依然是做主自为，可我真的不想继续向北。下面花姑娘好看吗？不要远离。花姑娘好看吗？花姑娘他们俩一唱完，这小凡说就什么吗？我觉得他们俩好适合组合，他们俩，要不然你们两个一起播吧，抱团播吧，好不好？好，可以。他们俩抱团，我真的觉得可以，家人们。看看我们俩可以吗？是吧？我们俩抱团，估计天天都得打架。就是要打，你们俩就是人。家人们，你们觉得他们俩适合抱团不？他们俩抱到一起好不好？小佳在户外的时候，卡卡去，卡卡在户外，他们就是同一个地方就可以了。都站在那个摩托车上面，还摇摇摩托。摩托摇，我摇，两个嗨姑娘啊，真的啊，他们两个互相在一起，能够把他们的那种野性释放出来啊，对不对？对，来，好吧，那等一下想啊，摇一下啊，好吧。榜十一的小佳，榜十二的莫妮卡，点点关注，三个半样，来吧，两个的关注点点，谢谢。我在榜十吗？榜十一，榜十一，大家好，我是张小佳，在榜十一的位置，每天中午十二点户外直播，喜欢我的点点关注，来自河南郑州，谢谢。家人们，我来唱，我来，不给你们唱了，等一下我一唱人更少了，来把这个锅给我。我来，老板。你唱，咱又掉了，我不让。谢谢贾如姐。跟阿三来一首才能上到十万人，信不信？跟阿三来一首，什么？什么啊？千夫的爱。那如果你们要十，你要听千夫的爱，我忍着唱，要不要听？千夫的爱要不要听？千夫的爱要听，我就你们上到就上十万人。九妹怎么样？千夫的爱来。千夫的爱，我破音我也唱。过河你会吗？千夫的爱来，阿三和小佳啊，就千夫的爱，就千夫的爱，我今天，来，全外人了，呼，千夫的爱来，感谢一切随缘哥，谢谢一切随缘哥，来，九万人呢、啊、都在等我，等一下让我拉下人呢 啊，可以吗？千夫的爱，可以。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破音也喜欢听是吧？就唱一段啊，我们俩好把人气拉到十万，你们再唱，不然你们一唱掉到七万六万，我的心态要炸了，我这个是啊。好的，来，就看你们了啊。来吧，哎呀，这是什么啊？不要，这是什么啊？要没有感觉？千夫的爱，来，怎么没有音乐了？要拿刚刚那个手帕吗？啊，手帕来啊，手人才有那个感觉啊。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小凡，感谢雪山明月哥哥，谢雪山哥啊，九点三万人来，我们一起上十万人，一首加油破音版的《前夫的爱》送给大家，准备了吗？
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牵上荡悠悠。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牵上荡悠悠。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牵身上荡悠悠，哦荡悠悠。你不一投手，没有别的祈求，只盼拉住我妹妹的手，跟你并肩走。哦，你别唱呀你啊！你唱了吧，你唱了，啊、我能唱上去啊！红衣服给我。爱爱牵上荡悠悠，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牵上荡悠悠。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牵身上荡悠悠，哦荡悠悠。你汗水洒一路，泪水在我心里流，只盼枝头它落西山歌，让你情哥哥。哦哦哦哦，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肩上荡悠悠。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肩上荡悠悠。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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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够了，唱一段吧，两段吧，谢谢你们，唱两段让大家知道我有唱功就行了啊。来，咱们一起声卡声卡声卡。唱得太好了，点点印度阿三的关注啊，故意的啊，湘西阿三的关注在榜十开一下，榜十六，榜十六来，点点榜十六的关注。我叫湘西阿三，来自我们湖南湘西，在榜十六的位置，喜欢我的点点关注，谢谢大家。好，谢谢，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不到。我有点难，能不能做到小黑？可以，可以做到十万人啊。哎，哦，吓我一跳，来吧，刚刚我说只有八万的时候，他这个凤勇说要唱到他能唱到十万人，接下来的时间来交给你了，如果随时掉到十万人，一脚把你踹下去。好，家人们，帮小黑稳住一下好不好？稳住来，稳住，稳住来，一首什么歌？水手，水手送给大家，不要这个背景干啥呢？这个背景啊、哦，来一首水手送给你们，一切随缘歌加团啦！一二三 ，go！ 苦涩的伤，吹动脸庞的感觉，像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年少的我，喜欢一个人在海边，卷起裤管，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稳住来！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有另一个世界，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总是一副弱不禁风孬种的样子，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稳住十万了！来，所有家人们一起帮小黑再上一下人气好不好？嘿、hey, ，他们说老师灯光，老师说现在灯光最好看。因为我黑吗？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读书的班友路太硬，猜不出足迹。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那一片被文明糟蹋过的海洋和天地，只有远离人群才能找回我自己，在带着纤维的空气中自由的呼吸，在耳畔又传来汽笛声和水手的笑语，永远在内心的最深处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啊、我上来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谢谢。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肥肥啊，你给我一点都没有给混响吗？一点混响都没有给我吗？我让他唱吧。是的，我感觉唱到有点小干。来，我一脚把你踹下去。没有十万人了。没有十万人，我刚刚稳了一会儿。是我上来的掉人了。来，咱们一起点点小黑不黑的关注啊！大家好，我叫小黑不黑，我来自湖南岳阳，我在榜十七的位置，喜欢小黑的给小黑点点关注，谢谢大家。哦，来，接下来有请最后一位哈、啊，凡人的，凡人的小凡，贝，再往。来，小凡能唱到十万人吗？我想知道啊！小凡唱到八万人就一脚把你踹了。家人们，分享一下咱们直播间，来伴奏声音大点。哎，怎么又突然换音乐？分享一下，分享到咱们粉丝群里面来，所有的繁星宝宝们赶紧冲上人，冲到十万人，好不好？家人们来分享直播间，点赞评论，好不好？转发直播间，咱们点赞上人不要停，来，来吧，来，马上十万人，一首。青苹果，乐园。
周末午夜别太快，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一旁发呆，一起大声呼唤，向寂寞午夜说拜拜。音乐、星光，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魅力却潜在，让汗水轻轻飘散。又告诉我 your name， 接受这邀请函。I love you， 走出角落的黑暗。Don't you know， 给我全部的爱。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跟着我尽情摇摆，跟着我怎么光彩，跟着我怎么光彩，照亮天空的阴暗。啦啦啦啦，尽情摇摆。啦啦啦啦，尽情摇摆。十万喽！哇，谢谢。哇哦，谢谢，还是可以的呗，好是吧？还长到十万，嗯，你掉下来，那没关系，来，最起码人长了啊，来，小凡在榜几看一下，小凡马上晚点，我下播以后晚上的十一点钟，他在今天不直播，我榜上给我看一下，榜十四，家人们，我在榜十四的位置，我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十一点，就在这个舞台，家人们，我的下周一是我第十四天的直播，希望大家也来看看我，支持我，无论是喜欢我还是讨厌我的人，都欢迎你们大家，谢谢大家，希望大家给榜十四的小凡点点关注，马上十六万了，感谢大家，哇哦哇哦，完了，十点钟了，家人们，十点钟了。十点钟所有人唱首歌下走吧，我也下播了，十点了。好，等一下没有人播啊，那我播啊。对啊，我就一直在那唱抒情歌，给大家唱到天亮去。好，在这我陪你。来吧，一起来一首什么歌呢？好啦啦，来一首失恋这些联盟会吗？你们都会吗？来，失恋这些联盟来送给大家啊。这一路不唱了，太晚了，十点了，我等一下还要给家人唱歌，来不及呢。不唱了吧，你们等一下可以去他们直播间听他们唱好不好？好，没问题。那这一路这一路来唱，这一路这一路这一路来，等一下我不唱他们就不停的在说我，来吧，这一路有请小佳还有卡卡来把这首这一路送给大家，谢谢。来，两个组合正式成立。突然间看你们抒情是什么感觉好不好？炎热的风，我却很冷，繁华的城，心很沉重，夜晚的天，月色朦胧，孤独的心情，有谁能懂？人海之中，人潮汹涌，繁华的城，不见彩虹，我的天空，乌云聚拢，不知道明天何去何从，这一路真的越走越痛，有太多不容易让人失控，受伤的心灵就像寒冬，安静的夜里难以入梦，这一路真的越走越冷，感觉自己真的需要人疼，受伤的心灵就像寒冬，安静的夜里难醒入梦。其实卡卡我们两个是非常感同身受的感觉，因为我们两个一直都是户外直播，所以说一路走过来经历了很多的风雨坎坷困难，酸甜苦辣都尝尽了，也有过高光时刻，也有过很低谷的时刻，所以说非常感谢我们一路上一直陪着我们走过来的不离不弃的家人们，也感谢曾经支持过一直支持我们的家人们，谢谢我们所有213家人们，谢谢我觉得，谢谢老板在我们低谷的时候你给我们加油打气，就是因为我们三个都是做户外啊，就是之前卡卡也是在哪里啊，那个地方是哪，江西余干，余干那里做户外，他在那边流量起来了，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像你做户外也是风吹雨打，这个投诉那个说啊，什么什么路人的嘲笑也好什么也好，这户外主播是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你们两个都做得很好，经历就是最好的财富，有那么多人，还有那么多人支持你们，对吧，是吊人就吊人啊，别跟我说吊人，烦人，别跟我说，我们在沉浸在马上下播了，吊人不吊人也没关系啊，好不好？咱们一起把两位主播非常拼的，还有主播点点关注啊，好不好？他们也一般都是风雨无阻，很少休息，风雨无阻基本每天都在直播啊。来，咱们两位在榜起看一下，还好，就如果你把我关在家里，我就要疯掉了，真的，一定要去外面飞啊，去到广阔的地方去翱翔。好，咱们一起点点两位的关注啊，你们两个可以考虑一下啊，好不好？谢谢雪山哥，好的，谢谢老板，谢谢家人们，谢谢，好，谢谢啊。莫妮卡香槟酒什么意思啊？香槟酒
来，咱们一起把双哥还有大地音频还有学生哥的关注点点，还有阿秀姐，谢谢。就像我现在一样，我那个不能去户外，我就是觉得有点被压住了，真的压住我了。我是被你囚禁的鸟，我是被你囚禁的。怎么老有什么人在来问呢？怎么那么少人？我真的是跟你们说，真实的人气就是这样子的，有上有下。当你到了十点十一点的时候，哪有天天几十万人百把万人呢、啊、是不是？谢谢双哥。不唱不唱不唱了不唱了、嗯、不唱了，他们都不唱了，家人们，让我缓一缓好不好？我来唱一首，给你们唱一首歌，我就下播了，膝盖痛了。来来来，哎呀乖乖。每次小凡一搬凳子，家人们就说，哎呀小凡好乖呀，小凡你好可怜，我以为你今天播啊，我以为你今天播啊，以后记住了，你周日不播啊，我让你过来，早知道不让你过来了。早知道不让你过来了，只要你需要我，你随时无论我在何时何地，你一句话我马上飞奔过来找你。那好吧，现在不要走，不要走，十一点播，十一点播，哇，休息了。我喜欢我的人都是有家庭的，知道吧，不能这么熬夜，都有工作有家庭，喜欢唐毅的人都是有经历的人，是不是？嗯，感谢神秘人大哥。哎呀，来，我们接下来唱一个歌吧，好不好？唱一个歌来。哪有人天天就是我们家的宝宝们都是要有家庭有工作哈，是不是？华子哥来了，华子哥。什么小刚怎么了？那么多小刚怎么了？啊，我们向往的那片天空，也许它毕竟只是逆风，不用再说也不用再多。来，我们唱首歌，我们向往的那片星空，唱一首，像俯瞰的每双瞳孔，见证你，唱首什么歌呢？记录荣耀的每分钟，我们向往的那片天空，也许它毕竟只是逆风，不用再说也不用再多，挫折本就是一起，唱一首，我等到花都谢了好不好？嘿嘿，猴哥，我等到花都谢了，见证你人生每个巅峰，记录荣耀的每分钟。哦，等一下，我唱一下我的新歌，忘记呢。我们周几啊？我们的新歌怪我自己周四上线，家人们知道没有？周四上线啊！来，我们来先唱一首。你们想先听新歌还？你们想先听新歌还是想先听我等到花都谢了？我跟你说，我唱我等到花都谢了是非常好听的。我曾经把一个主播唱哭了，我等到花都谢了。感谢神秘的大哥，七万人等你呢，是呀，有七万人等我呢，谁说没人啊？唱新歌吗？没上线啊！新歌来，先唱新歌，啦啦，新歌送给你们，唱首新歌，再唱首抒情歌。小凡，你咋还不准呢？小凡，小凡，来，一首新歌，还没有上线的新歌送给大家。老师，先把等一下我唱的时候再把灯光打开啊。嗯，要有一个黄光啊。来，花都谢了，等到最后一首歌好不好？来，开始了吗？我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怪我自己》，周四上线。完了，这个搞到什么时候去了？没有歌词，花都谢了，最后一首好不好？我先把我的新歌唱一段啊，太黑了吧这也，对，这样对。所有的欺骗，所有的话，太多的失望，太多挣扎，不必感叹，所有遗憾。还恋着的温暖，为我编造那些浪漫，我不再是勇气陪伴，没有期盼，没有答案，你走得好突然。那些背影还刻在心上，如今我对你多么失望，可惜我的爱留下的伤，可笑我对你有多难忘。怪我自己太相信你的承诺，爱到最后只是我自己难过，从此以后你别对我说你还是最爱我，就让我解脱。 wow, wow, 我们就别再联络，我已经学会放弃了我的快乐，我也不是除非你不可，就别再折磨我，就别再紧握。啦啦啦啦啦啦，怎么不得劲呢？感觉啊，怎么没有感觉呢？好听的好听的。什么？谁呀？那是谁呀？很好听啊，好听。我们慧君刚下面很嗨。不是、啊、伴奏太小声，我的人声太大声了，我感觉没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那伴奏也差差放大一点啊。我唱了，来，
这歌不得劲啊，怎么回事呢？我等到花都谢了，照样唱这首歌我就下播了，家人们，好吧，我下播了。不要，我要从头开始，歌词弄出来。来一首非常伤感的一首歌，我等到花儿都谢了。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等到放下秋冬都过了，难道还不够？其实是因为我的心有一个缺口，等待拿走的人把它还给我。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永世相依守候，你却已经渐渐渐渐什么都不说。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已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已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也谢了，我等到花也谢了。谢谢大家，我等到花都谢了，送给你们。环掉了一边，早就找不到了。早就找不到了，环去哪了？谢谢秀姐的真的爱你，谢谢假如姐的掌上明珠。忘记录屏了。来，如果有一天我能做到，咱们坐到这个地方，就是唱慢歌、唱抒情歌，我完全不在乎人气的时候就好了。可惜做不到啊，我可惜做不到啊。你们搞点音乐来，搞点小音乐。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家们，我三周年，我不知道怎么搞三周年，我不知道怎么搞了三周年，家人们怎么办？有个大概的框架，但是我总觉得就是感觉不特别呢。我觉得三周年应该很特别，但是我感觉我的能力有限了，家人们，真的真的能力有限。谢谢无所谓，感谢。再来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你想听吗？想听。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户外大型演唱会，他
好像下个月就可以了是吧，猴哥啊？你干嘛？下个月不是可以户外了吗？我们下个月可以户外了。我在这里，我撑腻了，这个舞台已经腻了是吧？你也腻了啊？真的腻了，天天这么搞，我真的是已经没有办法了，真的搞不下去了，在这里啊。看过两周年的回放，特别的震撼。完了，今年三周年没有两周年那么好看，怎么办？哎，努力不可能，努力吧，好不好？老板做就特别的，我每次都想自己弄，只有没多少天了，然后什么都还没开始搞，怎么办？都想看你户外，下个月户外，是真的吗？可以户外吗？反正现在定的是这样，长沙有，但是定的是长沙啊，而且这个是。别人投诉也没用的，这个是，你投诉也投诉没用，知道不？来，我们来唱一个，再最后唱一首歌，就下播了。那肯定呢，户外会有人，你不要打这个音乐，我想睡觉了。哒哒哒哒哒，还有十天，我总要到最后几天的时候，我才找得到感觉。我可能到时候今年的，谢谢力王爷，感谢。我可能今年三周年30号，然后前面两三天我可能会休息3天，我要好好去准备这个三周年。你们会想我吗？我从来没有3天没直播。我顶多2天没直播，3天没有过啊。要不要休息2天就算了吧，猴哥啊，休息2天就算了，3天太久了，我怕他们忘记我了，3周年不回来看我了怎么办啊？会不会老板唱的歌越来越少了？你说这话呢，就是无形之中给我一种好大的压力，无形之中好大的压力，而且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压力。休息就休息1天吧，休息2天吧，啊，至少休息2天。老板不要停播，因为我们准备3周年啊，所以我们要前面2天要保持好状态，要排练，要彩排，没有时间直播，3天太久了。3天想我，那就30号的晚上来看我呀，给你们一场不一样的，好吗？看你这么久，大家会想你。谢谢唐小唐啊，感谢唐妹妹，好可爱。哎呀，随便聊一下，我们扯。对，到时候用小号给你们播一播就行了嘛，好不好？小号播一播就行了。能力是挤出来的，我一点脑子脑细胞已经死了，挤不出来了。我真的，我那脑子已经转不动了，已经干了，一点都没有了，一点都没有灵感了，真的，一点都没有灵感了，家人们呀，不知道该怎么直播了。除非我可以户外，不能户外，我就是像个死鱼一样，像个死鱼行尸走肉般的在直播。你们懂那种感觉吗？行尸走肉般的直播，然后他们工作人员也是行尸走肉般。在这里机械式的，工作人员很激情的啊，对，你还是很激情，除了弹气票的时候激情一点啊，现在已经那个啥了。好了，到时候小号播，不行，小号不能播，到时候你们看到我的节目内容了，不可以，我要保密，保密节目内容。小号是那个藏一大舞台的海选号，就是我的小号啊。你看我的家人们也看我看腻了，每天都是这样，啊，明天又是想死的一天。每天来这个舞台就不知道该怎么播了，换什么舞台？要不我们去路边拿这个手机，一边走一边播好吗？好什么？摄影师就不要工作了是吧？那就扣钱，我也不用了，哎，扣钱。下面我好不好？我拿那个手机，就是猴哥帮我拿的手机，然后就这样一边走一边唱，然后就在那个步行街上，不自己拿嘞，你要你拿来，然后拿了就这样，刚刚我在步行街上，啊，一边走一边唱，反正也不聚众是吧？人一来了马上就跑就行了，要的。那我们改变一下直播方式吧，我真的受不了了，在这个大舞台上啊，天天都是一样的歌，一样的人，一样的灯光啊，小凡啊，开着车不？可以，反正我不会想你，知道你不会想我咯，你想我干嘛？你肯定不想我，你不知道你想谁。谢谢 XH 不想我，他说，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明天去看看，一点创新都没有，走开走开，我还没创新，你告诉我谁有创新啊？谁有创新？那你去看有创新的，不要再看我好吗？走，你走。在高铁上播有什么播？那个啥都没有，高铁上网都没有。那我们去珠穆朗玛峰上播，我们去雪山上播，搞个房车。啥时候带货？25号带货，25号带完货我就休息3天啊。30号不见不散。3周年唱唱以前的歌，3周年一定会有回忆在里面。我已经想好了，3周年回忆要放到里面的啊，好不好？不能休3天。等什么时候咱们的疫情放开了，那就是我起飞的时候。哈哈哈哈，我想出去玩。啊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国庆街灯点等我开播啊，国庆街啊，国庆街啊，不是2天吗？怎么又3天？
不想聊天，不想唱歌了，家人们，我想飘屏了，谁飘屏？360天，那我吃啥玩意儿啊？啊，沈明远大哥，休360天，我没东西吃，没饭吃了。小凡快播，小凡开播。我感觉我自己好困呢，我感觉我可以秒睡了，我要秒睡，不行，我就要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哎呀，我要一直聊。最多一天，那嗓子也得休息啊。买它买袜子，哎，好吧，要不然谁呀？三亚不没流量，真的，三亚真的没有流量的。要不然我们去三亚不也可以去玩吧？不能再在舞台播了，家人们，不能再在舞台播了。想想办法吧，我真的看肥哥那肥哥肥肥那个要死的样子，哎，想想办法吧。那我也受不了这个舞台播，家人们。我知道你们看上去，其实我是受得了，我是觉得你们看烦了，你知道吗？就你们天天看到这个场景，天天啊，又是这些歌啊，又是这样，又是这些人，嗯，我感觉到你们烦了，所以我才会有这种感觉。如果你们不烦，我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去海边播，海边播，海底播，去吗？真的去海边吗？耶耶耶耶耶耶耶！去海边啊 ！Go go go！ 你们不要去海边，我只拿手机播，只带猴哥去就行了。你们不要去了。家人们下播了，家人们拔网线了，拔了，去三亚播。去草原播也可以，真的也想去草原播，不烦。其实你可以拿个手机出去播。谢谢孟哥，谢谢孟哥，好创意。在舞台播天天换人，你们真的是想太简单了。换人，你换了人来就掉人，你真的是你想那么容易啊？哈哈，穿泳装播，要肥肥穿吧，肥肥穿泳装。家人们下播了，感谢有你。哎，等下等下，你不想去是吧？那行，换一个人。这个泳衣我穿定了。这个泳衣穿定了是吧？哎呦，笑死了！人就是要能屈能伸。嗯，我跟你说，有新的人来，如果阿三在前面上也很难。我跟你们说，真的，这个我比较有经验啊，就是他不一定是新人来，就是你上人的啊，他是有风险的。如果你开始让新人来的话，一下掉下去，你就连十万都掉，才开播就掉了十万了，就洗不来了。我跟你们说，播啥呢？行，下播了，拜拜，拜拜，晚安。来，拿那个生日的宝宝，我看一下。布哥快飘屏啊！布哥快飘屏啊！谁是布哥？什么你们老？